不是不是，车子下要回到里面了，下出不去了，要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。卡住了，我们也会卡住。我下去看一下。小心哦，你小心哦。帽子戴好。小心车员。这边是没事了，我不下。下。他们被卡住，小心。没有，前面的车也停住了。对。来对向车，他们在前面继续。可能要铲掉一部分呢，的地上往前走一点点，因为怕后面有车进来。不要到，谁要陷那里？那前面那个。先这样子。他陷进去了，他陷进去，我们还没陷进去，我们就是我们前面的路，我们一定要这样进去。手套给我，要自己挖了。我们取下来挖吧。对啊。要不要我们也下去挖？但他们不过去，我也没办法，所以我先看一下多深。没有，但是你挖了他们没有，我先看多深。哦。如果太深，挖都挖不了，一定要等那除雪车来了。哦。应该。挖了前面是不是对啊。小心哦，小强，那风好强啊！先戴个帽子。太阳。哎，还有一个手套去哪了？这边挖，那边又出过来了，他哪个时间？没有车了，没有。小强不是叫他们过，跟他们讲不能，大家全部停在那边。那打电话叫铲雪车哦，我们车子应该往后退。聪明，跟在后面，跟着他的屁股的。但是为什么后面来呢？因为可能他往那边推吧。跟着大车。没有，其实应该是两边会要铲的啦，左右两边铲，应该要双向铲。我也有传电邮去求救。真的？对啊，但是没有回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传啊？怎么你传一个？应该那么多台车撞一台。那个好像那个看起来有点像是农村的，你说那个铲雪的吗？有点像农村抓来的，刚刚那台的。嗯，好快的，原来他还可以开那么快的。对啊，他们不怕的啊，不会打滑。他们的车不会打滑，但是他们都挡住了呢。
是啊，所以我才说不要那么躺在那边傻傻的。他们挡在那边，闪远一点，给他铲雪。给他铲雪。哇，好兴奋啊！刚刚是还有，我还以为要等一个小时哎。这边离市区近，不会等那么久。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了。还行，真的。还没过去啊？它好像有两段哦。嗯。它有两段。他先给对象来的样子。我说这里太大了，肯定后面一个小蓝，小蓝。哎，看到一点快快那个时间哎，拉走了。快那台在我旁边开过去。前面吧，或者他也卡在里面。